现在只需要首付五万啊，首付五万。现在爱叉35收不收？当然收呀，当然收的啊，收的宝贝。宠粉主播爱了，能不能介绍介绍日产？刚刚这个日产逍客喜欢吗？外面还有一个日产的一个奇骏，日产奇骏和日产逍客这两个都是 SUV 型的 ，SUV 型的，但是区别就在于啥哈？区别就在于奇骏的话，哦不对，咱家的奇骏是那个啥，是个四缸的，不是那个你们吐槽的三缸的奇骏，咱家是个四缸的奇骏，才收的，才收的四缸奇骏，有人喜欢吗？那个车现在是13万多，13万多哈。看一下凯迪拉克，好的好的好的。这个承接各种塑胶跑道施工啊，你直接后台给我发个私信啊，后台给我发个私信，然后就把你的车什么时候买的，什么配置，多少公里，什么颜色，有没有试过。